趴在他身上一下下就好了。没有，就是我跟他说，让我展现一下我的戒指，就这样。还看不够吗？已经唱了三年了。演唱会其实我们有在想着其他的城市，然后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机会。如果还想看的话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去哪里看这样。专辑不是在年底前是有机会，有可能的吗？我也希望真的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东西都卡在那个歌词。我还没有很满意，所以就有点延后了这样。那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那有刷什么货？跟宝格丽的财宝货。我都忘了今天。那你现在演唱会，如果找到现在当嘉宾啊，那他们现在其实他们就很可惜。他们啊，真的啊。其实我对也觉得，当然好的音乐作品当然希望越来越多，那就各自祝福。作品他们要到一首歌来放到专辑，因为太古还没做好。对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是应该要跟他们认真一下，学习一下这个舞曲台语怎么可以设计的更有趣一点。差不多了，你今年的重心会放在作品多一点，还是训练多一点，或是你有新的想做的事？重点啊，我当然还是希望作品做出来，对，因为巡演已经是蛮熟悉的。那我是一种很喜欢探险个性的人，所以还是希望放在创作方面。